可以从俗称的地方。
从旁边的溪流接过来，太有才了，天哪、啊！好，来冲冲板。洗完澡，现在要准备回台北啦。今天第一次去那个大溪密叶湾冲，就还不错哎，小而美。而且我觉得就是人没那么多，冲起来也比较舒服。对啊，不过真的从这边再开过去还有一点距离，所以就是以我这么懒的，平常如果这边浪况好或是人没有那么多，还是会下这里。对啊，但之后我们也可以时不时的去踩踩看别的浪点这样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就先到这里啊！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记得帮我分享出去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哦！拜拜。